所要讲的题目是一年的计划甲一世人的计划。即大家平安，平安，新年恭喜！常咧甲咱身边的人互相搭一个笑，就讲新年恭喜，新年恭喜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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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你有平安，愿你一生的路平安，上帝手中你的应许守，咱三人来祈祷。父神啊，我们真的感谢，何等恩典，在你的计划当中，我们能够成为国度的一份子。在你的计划中间，我们也成做你国度的公民，我也搁会当成做上帝国的使者。受洗要进入这个黑暗的社会，受洗要进入这个无信的社会世界，然后我甲因，因甲我有一个分别。我心内有上帝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手中是有计划的，是有价值的。我不由你真正，我们到最后人生倒落去的时，我们真的能够坦然无惧的说：上帝啊！你想说给我的生命，我已经结这么多规矩，愿你修行，愿你想说我平安和永生，愿在你的面前用欢喜祈祷，感谢各主耶稣的名。阿们。我们一生到底我们要为什么而活？咱一世人到底为了什么在操劳打拼？有人在问说，某某人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忙？忙得没有时间在家里吃饭，忙得差不多倒转来时，子孙啊、子侄拢在滚。真侪人的回答是讲，我这么忙，拢是为着某、为着子、为着家庭，敢毋是？我搁较安怎样，辛苦拢是为着子。为了家，我敢有为了我家己，好像理由都很充足，也很高尚，很感动人。但是真侪人伊无用一世人了后，伊回头倒转来看中老年之后，他回头常常有一个感叹：我那么忙，我那么辛苦，为什么孩子？都不懂得感恩，为什么我的子跟我的关系拢遐尼疏离？为什么我的某还是我的翁袂当谅解我？因为这个前提跟结论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出了问题？前提说我这么忙，就是为了家、为了妻、为了子，为了让大家更好。但是那个结论是某翁互相会当理解，你哪无闲，对方哪不领情，你哪辛苦付出，搁你哪成就，可能儿女跟你的关系越冷淡，甚至冲突越大，这个落差到底互人到底在为什么吵？有人这样说，我们手上所有的东西，你有了一个最好的手机，但是手机里面你可以用的，你已经有的用到 30% 了，你一个最高档的轿车，但是你真的有在用那台车的功能的里面的功能的，也差不多30%而已，其他的70%你差不多都用不到。咱真侪时阵，咱厝内有真侪衫、真侪鞋，但是你真正有咧穿的，嘛敢若固定迄几领，剩咧70%以上拢袂用。
福音，马杜人咧讲，但是我们很幸福，赚钱，有人说真钱，好了，你挣了一辈子的钱，到头来，你真的用在你身上的可能不到30%，其他的70%以上，拢是别人咧替你用，搁你用袂到的迄、那个，别人咧替你用，不一定按照你心里所希望的。各位，到底我们的辛苦是为什么在辛苦？人为什么在劳碌？我们能不能真的在上帝给我们的年岁里面，咱真正享受牺牲，牺牲享受？迄个中间也阁有一个享受伫遐，唔是拢是劳碌劳苦那样。这个家有一个人，我想有人捌伊，嘛有人特别注意。一个那个那个中国钱叫做什么币？人民币。咱是台币，是人民币。人说有人民，但是事实上是看不到人民。他不止到最后不止19亿，赚了听说是30几亿，结果38岁就走了，你知道他走了之后，他的太太带着他所有的财产嫁给谁吗？嫁给他的司机。那个司机后来说了一句话，说我原以为我是为我的老板在卖命，想不到最后是我的老板在为我卖命。你知道中国是这几十年以前开始起来，几乎拢对走路、骑脚踏车、骑一台跑都歹，出电船布件了后，变作全世界上好的物件，拢是来到你厝内，用超过太侪啊！这个人，我想我是真老苦的一个人，但是突然安尼发达起来了后，他发达了，他的生命没了。想不到他的妻子带着他所有的遗产嫁给了他先生的司机。人真的为你的辛苦、你的劳碌，真正拢为着某、为着囝、为着家庭吗？很多时候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有一个好的权利，那个特权就是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你的思考，让你人生。因为人的一生，人的人生，只有一次而已 ，only once， 只有这条一次的机会，错了就错了，你没有另外，你没有回头路，走了就走了。那那么安全，就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，我们要如何一步一步？那请求之家新华对双线的是一步一步，真踏实，行入你感觉对的价值的。各位，你感觉有价值的、水的，你为着伊流目屎，为着伊流泪光，定定搁伫上帝目睭中，在上帝的眼中看你美好。我想知咧，你的眼光、你的投资、你的付出，跟上帝心中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咱做一个上帝囝，定定咱就伫咧做这个拿捏工作。特别今仔日是年初二，新的一年才刚开始。那来讲一年之计，然后在春天，那我们一年之计就在刚开始这几天，我们不断在拿捏到底我的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到底我要怎么。所以，迄个先生，伊时间真短，有一句话他说：钱在银行，人在天堂，老婆在别人的床上。
我想这个干那一个对咱做一个提醒。耶稣两千年前已经甲世间人讲一句话，我希望这一句话成为你我时刻放在心上的一句话，也不断在自我检验，不时当咧检验我的人生，我人生的路。咱到底来甲耶稣的话读一摆，好无？用华语来读一遍，来。一个人就是应该全世界决定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，他能够拿什么去换回自己的生命呢？人子将要在他父亲的荣耀中跟他的天使一起来临，那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报应。这个家给的铁器那个地方，狼啊！一个人会当用什么来换伊的性命？就是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你有机会赚到全世界。那失了你的健康，失了你的性命，有什么利益呢？耶稣的答案是讲：有没有益处？没有。有什么能够换回你的生命？有什么能够换回你的健康呢？这个失去健康，为了世上的荣华富贵，失去了健康。从1994年到2008年，我伫温哥华博会做牧师，我感受真深。因为真侪人对亚洲各所在移民去到温哥华，真侪中年人，你知道？70岁以上的老人、退休的人，未打算要移民，因为去遐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不通，什么都不会。70岁、65岁以后的人，不会是单独的主要移民者，因为移民家拢是中年人，到40岁以后，而且60、70岁、70岁拢是乐意去啊移民。那这刚刚人生才刚开始的这一群人，为什么要移民？离温哥华？那招人家，我拿去中国，拢要赚钱；那去温哥华，拢要创啥？你敢知？拢要救命，都要救命，连身体都坏了。40、50岁的，为什么要放下所有的一切？因为他不放下，会死了。所以说，国家不得已，就拢棒棒人，差不多70%左右，拢是为了过辛苦。放慢回，那个讲到对于过去所累积的财富，要来换健康，放下脚步。所以耶稣的这个家，我感觉这每一句话，我们重新放到现况来，放到现况来，成为我们每天自我拿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绳。这个家伙没有什么能够换其生命，没有什么能够换健康。你不要用其任何堂皇的理由来说我寡不赢是故意丢。这个家伙讲一句话，有几天我们都要面对审判，生命的审判。因为上帝把一个生命交给你了，你按照你的使用这段这几十年，你按照你的用，你所用的有较上帝的旨意，你的用了没？我想这个是你跟我，咱第二项爱常常刻伫咱的生活准则。这个家伙一句话，是咧我今仔日用的色彩，电脑看拢会使，来到这拢会使。讲钱在银行，人在天堂，老婆在别人床上。敢有影讲钱在银行有影啦，老婆在别人床上也是真的啦，但是。可怜的人啊，你死了，你真的在天堂吗？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，真的这一个人死了之后，他的灵魂真的在天堂吗？你搞无证据，你我咱拢无传鬼啊，无传鬼了后，迄个灵魂，咱真正有法度通变得到上帝呀吗？咱的公义要怎么审判？
因为这个是咱一步一步、一步一步在咧思考，因为咱一年的开始。这有一块厝，起一半砖半年啊。连我唔知你伫台湾咧，当看到一块这块的现象无好啊？在哪里可以看得到？特别到山上的时候，你若去有机会去爬山，车塞咧入去山内，到山区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房子。我伫五车，五车嘛本来当厝起一半砖咧。外劳团去的弄袂啊，因起到一半，土地不合法，什么条件不合，还是资金不够，还是其他的因素，才能起一半。后壁起袂落去，后壁政府无咧核准，所以全拢下起遐。而且耶稣伫咧讲一项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盖成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成。耶稣在咧提醒，奇怪，伊是一个目睭的囝，他伊才三十岁囡啊，哎，伊会当办遐尼侪代志，伊咧讲。人要追求一个天国的未来，那么得到上帝未来祝福，在你的人生中间，你常常要注意一项，你要计算，要好好啊打算，要好的精算，唔通讲你想要安怎，然后想了一大堆，行落去到一半了后，然后讲你无法度完成，万道而废。讲人看到会笑你，咱的人生真惊就是行到一半，真侪人爸爸妈妈，我无论说，我读这个科系，我要读这个科系，读到一半，我没有兴趣，不喜欢这个科系，读一半，我没有兴趣，做这条路，无论如何，安在一个唔通死，爱发表死死了，然后讲到嘴，我这两这样子的话，那我那袂好势，人生上惊的是。咱原来打算，甲结果落差伤大。啊，今仔日伫这个一年的里头，我希望我们来跟随耶稣，背他的十字架。他说：“若有人要跟随，要做我的学生，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背起你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我。”我想。到底你我几十年的人生，我们要为何而活？为谁而活？我就要讲啊，列出六项至少，咱参考看卖。咱到底用华语来读一下好不好？为造生命的主而活，为自己而活，为家庭而活，为周边需要的人而活，为社区而活，为生命价值。为着你家己的生命价值，为着做生命的主，迄个你生命的存在，迄个常常爱注意强，咱都爱对上帝负责任，因为有一日那个时间早晚会到的，所以逐日伫咧过日子，目睭闭紧都爱感谢上帝，目睭闭紧都爱想想想讲主啊，我今仔日我着知影做你的欢喜。所以，甲家己甲上帝不断地来做定位，哪敢无人机，哪敢无人外口，不时拢都爱做方位定位同款，然后爱为着家己。各位，请不要为了别人丧失了你自己。不管你是谁，你要为着别人活以前，你要大声活出你家己的价值，活出你家己的价值甲人生。所以唔通讲。我拢为着囝，我拢为着啥 ？No， 但是为着你家己。唔知我安尼讲，你会感觉奇怪无？为着家己较要紧，还为着别人较要紧？耶稣提出三爱：第一爱啥？爱上帝；第二爱啥？爱。耶稣讲：恁都爱疼人，亲像疼家己。啊！你是要疼家己先疼，疼别人先疼。
听人亲像听家己，安尼写人先听，家己。注意，做一个上帝的儿女，你不要先谈别人，你要先活出你自己，活出你的价值观，活出你的价值观，活出你怎样伫世界这个关系层的中间，你活出你自己。然后你家己有基础了之后，然后你才有法度通好救别人、帮助别人。那里有一个人溺水了，我最冲去啊！你做一个有贴心的基督徒，一定爱去救，对不对？安尼救落去了后，你若发觉讲救袂着，连你会叫拖去，你要安怎？戏耍，还是大家好？等你的救助的行为，马上判断，你可能你70%以上会被拖去，你到底要救还是要放弃？在一个博士班的家庭伦理的课程，啊，这个家都有，严长老是大学一个救护员的老师。在一个博士班的家庭伦理的课程的中间，已经剩最后20分钟要行了。到时候叫一个人讲，有在恁什么人会当来到台上？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做完了之后我们就要下课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哪一个人要支援？7个博士班的学生都到这里跑来就加笑，伊是一个中年的妇女。也笑着来到台中，到时候请伊伫北方的中间写差不多10个伊家己感觉上温馨、上好的人的人名，4个先写。OK， 拢写了。到时候来讲，你能不能从这4个当中拿掉5个？拿掉5个。15个拿掉5个，所以他很快就把那5个就擦掉。他那黑板上剩5页，咋的？到时我甲你讲 ，OK， 你个对这个中间，我拿掉5个。啊，迄个博士班的候选人，就对10个中间 ，OK， 就个切，但是一切，速度就拿来拿慢。去了了，我帮助的5个，现在教授又甲伊讲，请你，搁伫这个5个中间，请你搁加7个了。我剩5个，你要7个，那真正就甲切掉。最后留在白板上的。请问你要擦去谁？假如是你站在台上，你会擦去谁？应该是父母，一个是他的先生，一个是他的儿女。请问再来，他要擦去谁？他擦没有办法，这个动作他没有办法。也从来卡迪亚，但是教授的声音一直催促他，快啊！看，你会这3个数位，你会插去谁？我们把它完成了之后，大家就可以下一个。他真的插不下，他的手一直在那里颤抖，他做不了。但是声音一直在催促他，后来他插了。各位，你先擦擦看好吗？你先去看看，等下家己的顺序帮我讲。
对啊，尊人诶，尊人诶。告诉讲，拜托，那他是到最后，生命到最后一个关头，只剩下一种关系，你会留下哪一种？各位啊，你把晒晾干，它要擦去，只留下一个。我们来对照看看，看你擦的跟他擦的有没有一样？你留下的跟他留下的一不一样？人最后一三个是大象擦掉的，是啥？父母。那么无情，父母是养你的呢，生你的呢，啊，儿女，哎，你那么残忍，儿女是你生的呢，他是老公，完了，老公先休了，可以抱着钱可以再去嫁给别人。这个博士班的候选人，一旦先去给是也给不流着眼泪，把父母这两个字给擦去了，再流着眼泪把儿女给擦去了，最后只剩下谁没了？先生。啊，你看什么同学，同学跟教授，大家都很想要知道为什么大人进行不知道为什么 why。 他真的是流着眼泪这样说，因为父母老，虽然因心花起卦金星后，但是他们老了，他们早晚会陆续离开我。你为什么你会把儿女擦去？因为儿女长大，大学毕业找到工作，他们就独立了，他们就嫁人，建立自己的家室，所以他们可以活得好好。为什么你会留下丈夫？讲嫁老了后，可能跟他一夜跟我六岁六岁吧。还有人真实的陪伴嘛 ？OK， 这是一流的顺序，我不知道你的顺序怎么样。各位，在你我们人生存在，有时候要面对一个非常为难的抉择。到那个时候，可能咱即马打击的无用的家，你伫迄个真关键的时刻了。被验证说你那那些朋友家拢有什么精神时阵，我叫你要病，但是咱精神时阵让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缠住了我们24小时，我们让很多没有必要的话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争论不休的东西，浪费了我们的时间、精神、体力。我想伫这个家。那你今天我们的生命，上帝给我们，那我们一生不断的回报上帝，你为主而活，为你自己而活，为你的家人而活。今天其实我得好好干这，我打击我老有您啊！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重要的关系、重要的价值是什么？我按一下下下大家分享。家庭东西应排在第一顺位，家庭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哇，这青年，哇，这大学生，我伫学期中爱登去做一个访问爸爸妈妈，总是有几个人跑来告诉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跟爸爸妈妈没有话讲，我们两代之间你在不断的崩溃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。”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作业，因为你可以想象，到了大学，他竟然说他没有办法跟父母亲
因为平常就没有讲话，平常就很难坐下来。这个要坐下来访问父母亲一些心里的话，怎么做？老师，我怎么做？没有办法做。但是大家人冲出来拢讲，家庭是真要紧，但是在家庭的生活没有办法顺畅，而且是彼此伤害真厉害。我就调出来是咧讲，很多时候你心里的价值跟你实际的生活是完全相抵触的，是完全相背离的。那么安在你兄弟面前活出一个真合宜、真和谐的人生，然后是的，咱到尾要献给上帝，咱到尾要献给上帝。亲爱的，你活着，你一定要是一个使者，是上帝赐给这个世人的一个使者，是一个书架。是一个和平的书架，是一个把两者乱中有罪的人，不知要安怎样过一世的人，带来到上帝面前的中间的使者。那安尼，你一定要有真好的人际关系。基督徒一定要有很好的人际关系。请问，公义的心比较重要，还是跟人和善的关系比较重要？请你想看看。像你弟弟跟别人伫咧互动的时候，常常伫咧讲，我就是有正义感啊，所以这句话别人唔敢讲，我讲啊，那讲啊到尾啊，拢是基督徒互相上推啊。你有看到这款的人吗？我跟你讲，真侪时阵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敢于点出别人话题的人。你要点出别人的时候，请你也要和善的口语，爱有真社间和善的态度，很谦和的态度。你可以直接点出问题的核心、人格的破口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你点出的过程，爱是叫和善，叫谦和，唔通气压压。所以，那伫这个家，要安怎让人看到？你真的是一个尽责任、背十字架、完成所托关系的人。摩西，3000多年前的摩西赐给我们的一句话，他提醒我们。但是啊，刚才你谈这段话，4篇90篇，站在刚才你在那里，对，来，我们一生零岁不过70，健壮的可能到80，但是我们只是到50。生命转瞬即逝，我们都要成为过去。谁晓得你愤怒的威力？谁明白你震怒的可畏？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，好使我们得着，好使我们心有智慧。我一生的年纪是70，臃肿达到80，但是所经过的这拢是超凡劳苦。逆目就过，逆目转瞬间就过去。上帝给你收拾我，我们要算小家己的日子，我要当得到地位的心。我想恳求上帝赐恩，我咱真正在这个中间，日子在过，咱会当有地位的心。我常常对这的中辈，我拢送伊5000万。啊，今日咱我啦，我要送咱5000万，请伫这个过年的时，啊，这牧师要送我咱的5000万的红包，甲得好，好唔？来，这个叫5000万，咱到底来打一个来，千万爱健康，千万爱快乐，千万爱自由，千万爱甲人和睦，千万爱甲上帝和睦。只要规项是讲，你千万你爱健康。因为失了健康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千万来快乐，之后过来这个一年，五万你做到给家己的快乐，做到给你身边疼你的人的快乐，做到给上帝的快乐。所以快乐的人生真要紧，快乐是一种的态度，快乐是一种态度。那你讲啊，不是你用快乐，他还用失乐，我不要紧啦，都反正你都。Happiness， 你要让你家己，你若什么物件
你真是保罗所讲，我以后咧，我去做，唔是我以后我无去做，迄个我以后，啊，伫咱这个家，咱的以后是啥物？健康、快乐，然后自由。基督徒是一个受束缚的人，还是一个自由的人？基督徒还是一个自由的，信心已经给咱变成自由。在圣灵里面，是圣灵已经释放你，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但是自由的人不是放纵，自由是我选择我要做，我选择我不要做。那个要跟不要，都是在上帝的眼光来看。我自由，善用我的自由。然后我要注意，要与人和善，因为你有快乐无？你有幸福无？常常你的幸福快乐啊无，拢跟人际关系有关的。你跟人的关系好，你就觉得你很幸福；你跟人的关系很不好，你就很不幸福。所以基督徒，你的幸福感跟你的关系，你与人的关系，你与世界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有关系就比较没有。所以基督徒的人际关系，今天阿维那个人际关系，基督徒也不有一个关系，你要真的用心去营造的，你跟上帝关系。因信称义，那个义就是你跟上帝保持一个合一的关系。因信，你跟上帝保持一个真合一的关系，啊，这个叫做因信称义。所以因信称义，那个义就是你跟上帝有一个非常美善的关系。OK， 盼望2017年。我们一起来，生命需要营造，生命需要营造，生命需要用心，生命需要让点点来做定位，让上帝的心在咱的中间，心灵中去啊！哎，这个5000万都来讲起来，千万爱健康，千万爱快乐，千万爱自由，千万爱快乐和睦，千万爱甲上帝和睦，用华语一摆来。千万要健康，千万要快乐，千万要自由，千万要与人和睦，千万要与上帝和睦。咱三个记得，愿上帝的心在我的中间，听我的祈祷，接受我的灵旨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。